这座岛屿历经沧海桑田的变迁，走到今天。大门坑文化呢，它很可能就是目前台湾原住民的一个最早的祖先。如果说来自大陆东南沿海以大本坑文化为代表的南岛语族先民开启了台湾5000年前的史前时代，那么400年前涌动而起的汉族先民过台湾的浪潮，则是中华文化全面植入台湾的历史开端。往事已经远去，甚至变得飘渺无际，但置身这样的场景依然令人觉得祖先的血脉仍在流淌，一部沧桑写就的过台湾历史犹在昨天。